我还是按刚才提问的，首先谢谢格林老师你的问题，那我还是先按刚才提问的问题一个一个的回答。那我先回的是吴松老师的问题，我先就是说先扯远一点，因为考虑风险跟投资的问题，我原来是学那个系统工程的，来到这边是换专业，当然一到这边就有考虑说很多投资的问题，要做什么，当时比如像硬着这样问题的公司，像这个组合投资啊，最早就想就是做这个，比如说马六律师啊跟高山那方面的组合投资问题，这个我在北大好像尝试过。后来就在做的时候，这个动机是这样子，后来遇到这高山律师的时候，才开始去买。以前只有那个金济方山数学结果很漂亮，都有图景，而且曲线画出来弯弯的，很有美感。那就是到了这个刀塞的话，发现就是说，那我先讲是动机，就是说你既然考虑损失，那我超额收益率的话，肯定就是你考虑损失啊，肯定要扔掉一些信息啦。那超额收益率的话，肯定要考虑，因为不然的话，你这个曲线，如果我就是说收益可以用这个概率公布来统计来描述的话，你这个曲线就是考虑到一边，也不是一半，是一边，就是这样就浪费掉这个信息。那就开始就是说，我能不能把这个？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可以就到这边，就吴老师所问的，就是说这个中间的这个有没有价值？那我起初做的这个 ETF 的话，我就想说，我采用对称美的方式，你有个低端的收益率，我也来个高端的收益率，就是说我先对称起来，你有个低端部分金，我就来个高端部分金。那我这两个的话，再通过比如说构造一个，比如说平衡系数给它加起来，这是写作动机。写作动机就是说，我要上方的信息要反映下来，上方的信息一般情况下是好的，就是说一般情况是用户所要的。就像我在这个，就是在第一节的第一章里面，就是最早写作动机引用的一个，就是说。决策者的一句话，就说他们考虑的话，就这句话，其中，就是说他，哦，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一些是彩色的，一些没彩色，一些老师可能过来拿到都是挺彩色的，这个我要道个歉，就说他就是说，如果他超过你的预测，那他妈是个他。就是个那个，就是说负的风险，这个就是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动机是从这边来的。那来了以后，我们这个框架，就是说中间的部分的话，当然我们参数放得很宽，主要是怕就是答辩什么不好通过。我就是我这个框架就什么都能包含。因为刚才我发现就很多老师提问题，他这个感觉就是说好像我只能把这上面的部分当成负风险，而不能当成正风险。我如果第一题大一点的话，上面是正风险。那就是说中间部分的这个信息的话，可以通过这个两个收益率来调节，就是低端的目标收益率跟高端的目标收益率调节到一致了。如果一致的话，就是整条曲线全部包括进去了，一点信息都没漏掉。那不一定是方差，因为方差上面部分还要考虑整个。对，方差上面部分是正的，我在这上面部分你要考虑什么？以 B 来调整，就是说你可以让它取负值就低了，对吧？取正值还是那这个，那你取正值已经是没什么意思。相对我，就是说相对如果从风险感受来说，从数学上是没有错。那这数学是没有错，但是经济含义上，我经济含义上是这样，我们先说，就是说曲线值，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承认了一个，就是说半方差就是说负无穷到号，对吧？然后比如说 R 是，我们比如说这个是半方差，对吧？这半方差，那我们方差的话是。方差就是负无穷到正无穷，这个是方差。那其实我们方差的话，就是可以分解成，就是说半方差加上这一部分。哦，对，我这个目标收益率起成
这个目标收益是可以变，如果变的话，这边要加个就是说套点大的那个平方在这边，如果就是说这是个常数，就是这个常数的话，我把它缩小一点，就是如果上面这个不是目标收益率的话，是套那个不是净值的话，这边有个常数项。那其实我们在传统的这个方法里面的话，可以说证明就是 V 等于 E 的。传统的度量方法这样，我们方差是证明 V 是等于 E 的。这个，所以 V 我们能变成负胸大到正胸大的。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效用函数基础，因为我们现今所有决策可以应当说都还是用效用函数来的。那我们如果能用效用函数，这个没有刚才那个效果好。这个效用函数就是说，比如像这边上面这个效用函数，这是我们那定义下的话，可以得到一个就是跟横漏一半，横漏一半相适应的那个效用函数。那效用函数，我们觉得只有效用函数，如果它这作为它基础的话，我们可以推出我们的这个风险定义的话。就在这画一些图形，如果能听得到下面这个风险定义的话，就这是还是效用函数，得到前面这一部分是收益，那这一部分就是那个双侧部分积。如果效用基础没问题的话，我们认为就是没问题的。现在就是还是比较这种纯理论的这种来探讨，就是效用它的效用基础没违背效用函数，没违背这个基础的这些决策的这个的基础的话，我们认为。这个方式是可行的。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参数应该请他换，就是吴世荣老师说的，就是我们风险定义就是从波动，然后到就是这种离散程度，然后到考虑损只考虑损失，那最好的就是考虑心理感受。那其实我们这种模型的话，把心理感受的这些都可以考虑进去，就是可以通过。不是说最好的不考虑心理感受，现在有人提出来说可以考虑。那我最好我这个模型就是可以，就是你心理感受看你哪一样的效用类型。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假如说一个人的效用的话，不一定就是他，比如说他风险偏误，他不一定就这样一定要这样过来的，他这个可以是分段。效用函数分段的话，应当说1954年的 Savitz 他的那个 S 型效用函数是最早就有，也不是一定是最早就有，也是种效用函数。你以前大部分的效用不是凸的。效用的话。就是如果是风险厌恶或者风险偏好，另外我 B 的话可以是厌恶，也可以是喜好。高一目标收益我也可以是好风险，我也可以是厌恶风险，这看人的这种实际使用者。就是我这个框架提供这样的灵活性，你觉得在这边你喜欢去搏一搏，你就想往上翘，这个就是说，而且可以统一到现在一个框架里面统一进行计算，就是参数可调，那框架就是很宽泛的一种。可以容纳各种，就是说你无论风险偏好、风险偏好的这样一个模型吧。那吴老师刚才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BPM 等于 LPM 加 V 乘以那个等于 LPM 加 V 乘以 HPM， 就是双侧部分积等于 B 端部分积加上一个平衡系数，总算这个高端部分积。那理论依据是什么？就是一个是刚才那个是动机，我们动机是只考虑补偿，但是我们做出来的模型的话，不只是可以补偿，而且还可以就是说，你照样把它们当成风险都可以，高端收益当成风险都可以。那如果说理论依据的话，我想应该还是说，从效用函数来，我们从效用函数已经找到了支撑，就是说我们还是让效用函数的这个作为它的理论依据。那 B 的这个参数。为什么说是可以起负熊到正熊？如果从数学就是说这个可行的定义上来，它显然是个十多上分的点都可以起。那比较有意义就是说，如果考虑就是说是负风险的话，当然 V 小于零。V 小于零，像黄老师刚刚所说的，你说要大于负一是吗？那不一定 ，V 等于负0.2的话，就有可能是负风险。为什么？因为你这个目标收益可以移动，你可效用是零，对吧？你目标收益假如说。你的目标收益是5%，比如像投资可以8%或者10%两种情况的收益，那这样的话 LPM 是零， BPM 是正的，那 B 只要是负的，它风险就负了，所以说不一定说叫大于负 B。
那个是不是说那个下单车的现场是有效的，就是说你如果是说你现在关于分钱的定义是不是清楚的，因为你如果按照你这个没有没有就是没有你当然第一就相对值的大，没有说少一点大不少这一个，但是按照关于的那个的话呢，分钱如果是建立率是恢复的，就一定是多钱一定是损失的，在这种情况那么你这个 V 的下端就要另外定义的，对不对，就要在这个之一的取值范围是大于等于零的前提下来。因为在我这个模型的扩展下，我们做这样理解，就像希望函数一样，它一般就是说我只考虑相对值的大小，绝对值的大小是没有意义，就是说我就可以做这样的进行扩展来理解，就像希望函数一样，绝对值是没有用啊，相对值比较有意义。那吴老师不知道还有什么，我当时没记得很清楚，就觉得说这个用项目函数这个是不是可以成立，还要看，所以你在这边用对效能还是这个可成立性这个进行系统，在什么情况底下哪些合理，就像刚刚这个邱老师一样，一个是验额风险，一个是这个风险的 risk package， 一个是 mutual， 这几个是什么来继续吧。那下面我们就回答这个温老师的问题。温老师问题就是说，低起正值的时候，以我就是说要抵挡风险是不是一致？那这个我刚才说了，就是说我原来的动机是要补偿，但是我做出来结果的话是远远超过了补偿，就是说它可以囊括更大的框架。那就是说不补偿。也可以不补偿，他可以补偿。没错，本来思路是这样，就是你现在你本来就是说你定位的时候你是要补偿，这基本思路是这样。但是后面你说不补偿，就非得我做到就是说这个框架可以更大。对，那就框架就更大了，我就觉得那个后面就跟方差不一样的。就是说他提主要是提供个理由，你现在正的方跟方差一样。你想像方差，还你要用原来的方差，我也可以。你要用新的补偿，是。所以你说你是新的，但如果是那样正值，它就不是新的。但我不可能新的。所以严格不讲，你这作为论文来说，你应该你们就像刚才那学家，邓老师讲，你在什么讲究一下，就原来界定的时候，你说这个一定是一致，不能说我后面的投机有人会做什么，是吧？这样不好，就是这样，变成你自己会产生很多的这样的误解。只要是它是扩展的，但是还不要，其实根本没必要扩展，扩展了才就扩展就没意义。那我就说原来都能包容。那包容你开前面你就开始讲，我说这是一个包容。我原来就是这样，对不对？你前面说你说我这是要补偿的，要这样的一个新的东西，结果后面说我面拿，我说要是设置那个收益率目标的你可以调节的，对，那参与就能。对吧？因为刚刚这个是可能就是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其实倒不是问题。对，协作方面上的话，就是逻辑上的问题。我们用的就是说 capable 哦，就是说它能够，而不是它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在协作上可能也是，就是说我先这些让人家显眼的地方先拿出来给人家看，然后后面再。显眼给人家看。比较就是让人家抓住别人注意力的地方。就是我可以故意做这一点引诱人家上钩的那下下是3.14提了两个目标收益率，那孙老师都是分成两段，那如果是两个目标收益率，应该说是三段区间，对，就是三个区间的，实际上是一个区间，是不是？对，就三个区间的，一个服务从到低端的，低端到高端的，高端到正值，
那这个就是说写这方法或者什么其他方面有什么就是说指导建议的话，现在当时我还没有考虑到，只是说当时一种对症美，我先把它拼起来，你用低端我来个高端，你用个低端我来个高端，这样。你在这里面有个什么问题啊？这里面还是就是涉及到，因为你这个讲是有一个把这个风险偏好什么东西都反映在里面，它你一个这个 B 的确定本身它就代表了一种风险偏好，对不对？对，实际上就反映了一个风险偏好。啊，当然你说是主观的，对，这是主观。你当然你也可以说我那个 B 的这个不要比长，我这挺正直，那就代表了一种就 risk loving， 对不对？他这个人本身就喜好风险，那另外一个啊，你可以进行，但你前面讲补偿的时候，它是根本跟这个风险态度是不一致的，跟你的假设不一样。那么这样的话，你这个 B 的确定和那个两个确定，实际上它这里面有相关的，至少分成哪个风险偏好，然后这跟这个确定的，这里面有一个整体的一个系统在里面。啊，对，就是说 B 跟其实跟这个 data 这些函数还是有点相关，并不是完全割离。对，很多地方要需要再进一步，还可以再进一步，还不是完全割离。啊，比如说你是算出来，我再说一下，你算出来是负风险，那你实际上无意中就是缩小了风险。那么这种可能对偏好风险的，对偏好风险的人，他愿意这样说，他愿意说本来有这么大一个风险，变成这么小一个风险，不动不动。所以这个 B 就是说跟那个是有关系。对，这个问题就刚才说，我就说看你要用你喜欢哪种风险定义，就是先跟 B 的前提。那现在就来再比较相对大小，就是说你不能拿着三只鸡跟五只猪去比三跟五这两个数量，因为我这个一个是 DR， 一个是 downside risk 的时候，一个是放大的时候，你放大等于十 ，DR 等于一，这两个是不好比。但是你这样说是对，但是刚刚像林教授说的，你们把天上掉下一个大馅饼跟掉到一个大坑里面，同一个意思，你自己犯了同样的。对，这等会就是再回答。可能又到几次。啊，温老师。嗯。好，现在是邓丽明老师的问题。说要用英语回答是吧？我没有这个意思。首先是我们这个，我理解啊，因为这个文章实际是啊，用英语好写。我跟你讲，实在好，而且好看。最主要原因。哎，你这个给大家说明一下，从我们这个厦门大学学务委员会这个对这个论文的要求，应该用这个中文来写。上次我们讲的，那我们用英文来。我跟你讲，你按照这个条件拿到我们学务委员会讨论，如果知道你是英文，这个会有意义，是吧？这是我们的规定。当然我个人可以理解，哎，我可以鼓励你，我自己爱用英文写，这是我鼓励你，是吧？但是你要在论文答辩会上要跟大家说明这个情况，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一个意思，好吧？你不会用英文讲没关系，我看得出来你实际上是不太懂，不是是的，我看你刚刚解释就知道，因为我也不认识你，我才知道你原来是系统工程的这个计算机还是什么，后来又学系统工程，这个很不容易的。我找问题你回答了两个问题，这个450多篇的文章你有没有都看？里面哪一篇你用？我可以随机点一篇，你看你这篇用到什么地方？比如说随便挑一篇吧，你这条篇我看，92页，好，我们来说随便100页，是吧？第一篇这个后的这两篇，你有用吗？你在哪里挑出来过？后的是吧？我随便，就是说你有没有用到？就是你们都看过。就是说他这篇文章是半荒他跟随地站丢的。他做了一个比较，那这个天明，他那篇文章里面这两篇文章哦，你都看过了，因为这样没带过来。另外就是我手机电脑里也有。OK， 对。这是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都看过是第一，第二就是说我心里都看过的时候，你不应该都以后下一次把一些跟这个本文相对无关的越简明，你这个能拿到国际上文章杂志上，这人家不给你登，怎么可能这么多呢？是不是？他肯定告诉你，把你有用的留下来，没用的你给我删掉。你可以删多少你知道吗？假设你要删，我这个是原来应该我先说一下啊，可以。第一个就是我原来有一张，就是说你坐着讲没关系。他们讲效用函数，我作为叫做 fundamental of decision making， 就是决策的基础，决策的理论基础。那里面有个就是效用函数跟随机占有，我是用一张来讲。
这是陈亮老师一直说要删掉的第一个。那往下我第二章的话，我这个金字方差就用一章，好像四个小节来讲，就是我前面理论铺垫也做的相当多，但现在刀山历史我一章三个小节来讲。那里面的文献的话，其实我就说，因为现在我删掉，我听懂了，被删掉了以后，后面 reference 要相应的删掉，这是基本要求，就这个意思，没其他意思，听懂吗？现在根据你这个论文，你认为该删掉多少 reference 的地方，你就把它删掉，就这个意思，不要再多研究为什么前面是吧？这个我理解了，这第一个问题可以，一定要这样做你才能发表，真的是这样子的，是吧？老师给你删掉前面的，你后面 reference 相应删掉。我们现在很多同学就是去哪里当录下一大堆放在后面，我看不看我也不知道，你自己看着办。这个就是在国外非常严格的，只有二十篇、三十篇。MBA 里面就会问他说：“这篇里面看过，讲的怎么样？”你这样，你一共你一百页的，一百这个一百零七页的这个论文，有31页是 reference， 这种就是很少见。我这个意思，好吧？第一要看过，第二没用的要删掉，就这个意思。可以了，你在这边。另外，其实收集的文件是我比这个还多，我给毛美金老师刻一张。那关于政策建议哦，政策建议的话，就是这点应该说我这方面是相当欠缺的，因为我原来是做都是相当于工程那一方面的。那一进来就当然先保自己说能博士毕业，那就先抓住一点，先盯住，是这个问题。那以后再补。那你现在通过完再补还是？补完再通过，补完再通过是来不及。但是我是想，就是说，假如说我们这边提出的文章说已经基本上达到就是说博士学位的要求的话，我就提交。那我就刚才插句，刚刚我跟另外一个同学讲的一样，像这种文章，我前面如果有一个比较背景性啊，一个为什么写这篇，有一些经济学的意义的方面。和相关内容已经给它框定起来，然后挑一块大家都能接受，好不好？这个有事。行了，没问题。谢谢。下面老师是林老师是吧？林老师，好，那问题我再重新来看这个问题，我来看这个问题，就是说。林老师应该说不确定性会导致风险，第二个就是说你说的是方差大，方差大的话就是不确定性，对那个，那你下面说的就是说这个把高收益率考虑进来的时候，这个单位衡量的问题，单位衡量的问题的话，你说如果不同阶，就是里面一阶上面是两阶的话，假如说我们直接考虑就是在定义里面进行这样相加，就像我后来说的扩展模型里面，不同阶进行相加，感觉是比较突兀一点。但是如果我们都同样回到效用函数，就是因为这个人他比如说第一收益的部分，他可能是比如说二次的，那他高一部分收益部分他可能是线性的，那这样的话，从效用函数来是可以讲的通。那我们正常决策的时候是效用函数的期望效用，期望效用的话。必然就导致下边是平方，上边是一次方，这样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当时我要写的时候，我担心很大，也是担心很大。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怎么解决？当然我就推给下边函数。B 如果是负的话，你到时候组合优化的时候，那外经那个就是你的组合的目标远离那个一塔。你说是套跟一塔不一样，因为组合优化的时候，那个目标还是要学技巧。对，风险它必是负的话，它那一部分就是说后面那个越大越好。啊，对，就是后面我说越多越好，所以越小就加个括号就越小钱了，你就不能下降级，多的太厉害了，前面那个都没用。啊，没什么风险的，因为我们如果就说按前面投资来说，就是说你我设定目标是5%。那你来一个8%、10%，我这一次没风险，我完全可以接受。没风险，那个时候已经感到对风险已经无所谓。对，只要是这两种情况是确定，虽然说它发生有一点概率，我们也知道，不是说这两个是确定要发生，就是你跟一个30%，一个因为前面那个就是负的，就是那个小一套的那一部分的话，还有些什么损失的那一部分的话，应该是要求这个组合越接近。你的套越好，因为方差的那个
目标对目标函数这边的目标函数说组合的就是按这个定义下的风险最小，而不是说你组合 A 接近它，因为组合里面都加了条件的话，它那个取一个的话，它当然会小一些。另外你还可以加入，就是说你希望收益是多少？你 B 风险的话呢，遇到加入这个组合的话，距离一跑越大越好，因为 B 是负的。负的话，最好目标函数是无穷，要定义它。你说一塔是越大越好是吗？对，问题是一塔越大越好的话，我这个比如说我这样一个收益分布哦，我这样一个收益分布已经固定了，你一塔越大的话这个面积越小啊，一塔越大这个面积越小啊，所以就不一定是越好。一塔越大这个在逆转情况下通常均匀，那越大的话，反正越大的话你这个覆盖这个就越少，不一定是。如果你在这的话，你看这么大的一块面积，如果你一塔到这，这一个问题就是说随意性很大。那这个主要是提供的是灵活性，这是一点。哎，好，还有个没有用到几的话，其实我们是部分几，因为我们跳的是一半部分，三部分那个几，是从那个低端部分几开始，我们引入这个部分几的概念。不是说铺成了正能量平方来计算。下面是戚老师的问题。戚老师问题就是说，他说我一个就是说质疑竞争方差，我想应该说我是对他进行扩展，因为他竞争方差的方法就是说，现在可以反过来考虑说他是竞争方差的特例。所以我们应该是站在这一边嘛，就是我把它扩展了，避开了，往外避开了。那这个不是问题，这个还是问题。那双色部分计就是还有人们对，就是说下方的跟上边的感觉不一样。实际中的话，这个在金融方面很多的实证的文章，最出名的是79年那个什么搞什么 TV 什么那个名字的话。那个就是那篇文章，就是它这种反射 reflect 反射效用，就是说我在人们对收益跟损对损失跟收益的态度前是截然相同的。那也是出于这一点的原因，我们才开始这样一个写作动力，最后让把这个模型完善起来。就说这个确实在金融方面的话，确实是不一样，就是说损失跟收益的那感觉肯定是不一样，亏钱跟赚钱的话，我就感觉两边是很痛苦，一个是很高兴。这个态度方面，那下面的话就说一个，就是说刀塞的部分，就是说下方风险跟这个上行前的，我还是随便翻译错误的。上行前呢，就是说他们的概率如何估计？这个估计的话，我这篇文章应该说在这方面是怎么做？马克维斯他当然是我们先提出这样的方法，假设概率线跟信念那些方法是每天都给我们做嘛，假设我们的市场会用历史数据，因为那些概率的估计的话，说应当我们这边是没研究，是每天研究的是我们假如说你知道有这样的投资机会，你怎么来做好投资的问题，而不是说你会找到投资机会是这样的。那有效边界的确定方法的话，谢老师刚才好像你提醒一下，所以有三种。那不是说，我也是随口说。我这边的话，像我这种确定方法，我们其实有一种就采用优化的方法，就那种是最准确的。当然你进行简化的扩展，就像什么，就像我们里面也提到，就是说简化跟扩展那种方法都不是那么精确，就是采用就是说，我这边给删掉。就相当于刚才提到那些，我上面是最小化方差，最小化方差，比如说这都是小写的方差，然后在一定的限制，这等于低啊，然后一个目标这样的话，就是采用这种方式得出来的还是就是说真正的那个前沿面。当然前面最好就是说，如果是有效前面的话，最好就是说要大于那个最小前期最小风险点，因为小于前期最小风险点的话，那个有个问题就是说，假如说你设定一定收益下，
你设定一定收益，你设定一定，假如说十变化这个形状，因为如果你一定收益下的话，这是风险，这是收益。那一定收益下确实是这点风险最少，对吧？但是我问题是我在同样的风险情况下，我可以给你更高的收益，是吧？同样的风险下，我可以给你更高的收益，那你为什么不拿更高的收益？如果正常情况的话，所以就说，真正有效的是应该是上面这部分，上面这部分才是有效，它是要定一下有效前面，那有效前面是很复杂，这个是简单的数理化。听老师，我刚才有问题没记下来。这个其实第三个问题我不是问你说你这边弄的有什么方法，我主要是看看你的这个基础上都是怎么样，就是说传统的这个马克维斯。它那个叫边界具体情况，比如说是三种这个证券还是三种以上允许卖空，就不允许卖空，都可以。对，因为那就是一个限制条件啊，完全一致。好像是不是没有。哎，你那个讲的就是说这个，你讲的就是说限制条件，增加的限制条件。因为我这个就是说我这个说到就是说，刚提到这种模型的时候，就是说你不如限制卖空的话，就加点十大一点给你。对吧？你不限制一直在零，你就弃掉，因为这个是一种一致的，就是说统一的框架。不是说，当然了，你一直在零的情况，一直在零这个限制弃掉的话，有特殊的解法，那是解法上面的问题，而不是说这个模型问题。因为我限制可以限制，你甚至说一直要大于等于0.05，小于等于0.75，就是说，比如说你是个投资基金，你必须持股多少，每个股票分超过多少，都可以加进来。加进来，我们这个问题都可以解决，是这个意思。那邱老师问这样很大的，王老师的是对风险心理感受。哦，王老师还问了说 V 为什么负无穷到正无穷？刚才好像吴老师那边说你那个是正的那个情绪范围，就是那是正情绪范围，又是负面的话。对，京东的能放的天。我们上面说的就是说在。最早我们讲实证的时候，在第六十二类的话，我们这边讲就是我们采用的就是说九个目标收益，十个平衡系数，那总共就是说90种组合情况，这是所有的。那我们后面结果呢，没给出这么多，为什么？一画在一起就一锅粥了，只给出典型的几条曲线。那65页这个问题，65页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在往后这条曲线中，应该说就是说目标收益率都是起这么2、4、6个，目标收益率都是起这么几个，就是零肯定有代表性，是消耗风险，负的，然后在这边，不是目标收益率说，不是零在这边，说错了，是平衡系数，目标收益率起这4种，因为这4条曲线的话。这样已经有一定的这个公开，有一定体现这个公开。那下面的话，我说就是3.5的这个图，对吧？3.5这个图其实它起的这个收益率完全是一样，而我这边说的是平衡系数变成负0.2跟0.1，因为上面这个图的话，我是我放大一点。这样可能看不见。上面这个图的话，因为它是。平衡系数是起零，我现在这个图是做了个对比，平衡系数起0.2跟负0.2跟0.1，而它的那个线，就是说目标收益都是一样的。这个可能王老师当时就看上面看起来，这个前面90个点，但是我们都只画出这几种代表性的收益，那线太密。那王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跟风险监管的问题。这个的话有意义。风险监管大家现在跟
比较多就认为就是说叫做就是叫寿险价值或者说什么风险价值，这个用的比较多，是吧？那我这个模型 BPM 里面，因为我们先说它这个就是说它包含的这种 BPM， 其实不一样，就是说不一样，跟这个管切概率。这个是等价的，不一样可以这样说，是转贴概率我简写成 SP， 就等于这样一个分布，负的 VAR 除以，这假如说是初始的财产，这是这样，这是转贴概率，转贴概率就是相当于 BPM 中那个 B 等于零，然后 N 等于一，这个其实就是 VAR， 它完全有这样一个关系，因为 VAR 是说考虑一定期间，那这算是一种变换。那完全等，对，是这样。VAR 本身它实际上是应该更差，它是一个决定性。对，但我除以价，就变了，对，除以价就变成收益，对，然后就变成了就说这个转税概念。其实它是完，就是说这是。其实现在不用讲这些，就是你这个 BPM 如果用来，比如说因为 VAR 的话，它现在放在银行委员会，它可以让它的金融机构提供你。一个一件数下的一个持有期内的这个 VR 数值，那根据你这个 VR 数值，它就要确定你这个资本充足率，对吧？那如果你这个 VR 是不是如果再这样应用的话，那比 VR 更好，还是对前景怎么样？我就想问一下，前景是多期待，或许前景怎么样？首先，它里面你包这个是跟 VR 一样的，那其他另外其实不一样，你也是在那个转圈子里。转圈子不一样，是的，就是。